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午报》，我是小丽。我们来看新闻。10月20号，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伦敦骑兵检阅场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习近平指出，在我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第一天，我深切感受到中英关系的蓬勃朝气，体会到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使我对通过这次访问推动中英友好关系迈上新台阶充满期待。习近平强调，中英要加强交流互鉴，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支持和友谊，推动两国合作再上新台阶。据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昨日下午与所谓美国在台协会外长梅建华会面。梅建华与朱立伦对于选举等议题交换，时代力量靠社会运动大量曝光，抓住选民眼球。 TVBS 最新民调，时代力量在政党票有5%支持度，换算下来不但可以拿下3席不分区名代，也一举打败亲民党和台联党，成为台湾地区第三大党。党内没有政治明星，但有柯文哲相挺，加分不少。为社会运动走上街头，时代力量正式崛起。好的，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到海峡午报。在台湾百货公司的储物柜啊，现在有了新功能，就是变成行动冰箱。放在百货公司超市旁，很多客人啊买完生鲜食材呢，就会暂时放进这个冷藏置物柜，然后继续逛。而如果想省钱呢，一般的店家多半也是提供保冷袋，平日时段也愿意开放，让客人暂时寄放。像我现在买了